道这个突然到什么程度吗？突然到苏伟还在签名，对，然后哪个还在看 Wanda？ Wanda 还在检查我的 OOTD， 我在自拍，还在自拍，我有那个自拍的衣服吗？马上忽略他生日。没有是这个意思啦。前面真的都没拍到，因为太突然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太突然了，没有人在拍。苏伟还在签名，对，然后哪个还在看 Wanda？ Wanda 还在检查我的 OOTD， 我在自拍，还在自拍。我有那个自拍的衣服吗？还可以啊，看一下这个字多大。马上忽略他生日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是这个意思啦。哎、欸，这位大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在进行拍摄当中，我这是真的。基本上那个蜡烛不用问号了，因为上网一查都知道我们大家几岁。偷歌乃是因为问号蜡烛是送的，有数字的要另外加钱。我是三个，对，我是我们团里面最中间的人。我们最中间的意思，因为牛奶是年纪年长一点，然后再来是我，再来我，再来是昆达，再来是上网查得到，上网查得到。维基百科有。所以你意思我跟奶哥是边缘人？所以你们两个年纪的差别最大啊。对对对，我们是边缘人，很边很边。然后现在就有 energy 这个厂。就一个愿望啊，就是我们不要只是一触即发，我们接着可以二触即发、三触即发，就继续服务大家啦。对，尽心尽力。就是让我们要有多次的高潮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就是我们不停的喷发我们的体力。太久没了。奶哥，你那天效果用得如何？哎、欸，一触即发。哎呦，是什么东西？二次机油。偷哥没有下一波高潮了，我们真的要来对新加坡行程了。